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课堂。今天还是学习糖蜜发酵生产酒精的工艺。今天主要学习第二节糖蜜的特点及处理。好，我们要学习两个点。第一点主要是糖蜜的特点，第二大点呢是糖蜜的处理。首先看一下糖蜜的特点。首先，糖蜜为糖厂的副产品，含可发酵性的糖，甜菜糖蜜主要为蔗糖，而甘蔗糖蜜为蔗糖和转化糖。糖蜜中的糖分含量高于 50%， 糖分浓度比较高，酵母繁殖发酵十分困难，因此在发酵前需要经过将糖蜜进行稀释。第三，糖蜜属于高营养物，易染杂菌，因此在发酵前需加酸进行酸化，并加以防腐剂。糖蜜中含有焦糖、氨基酸等等这些物质，在发酵的时候形成泡沫，影响酵母的发酵，因此在发酵前必须经过澄清处理，除掉胶体或者色素。另外，糖蜜中灰分比较多，大概占 5% 到 15%， 容易形成机构，所以要需要把灰分除掉。最后，为了降低杂质对酵母繁殖发酵的影响，发酵时可以适当通风，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通风会使得杂质增加，影响质量。好，接下来看糖蜜的预处理。我们要学习一下糖蜜的用途。糖蜜可用于酵母培养液的制取，在这个阶段主要是用于培养酒母。另外要作为基本稀糖液，在这时候呢是用于酒精的发酵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必要性。首先，糖蜜的垂度远大于 80%， 总糖分占 50% 以上，所以必须要经过稀释。通常酒母培养液的浓度要低于发酵的稀糖液浓度，酒母培养液浓度可以调整为 12% 到 14%， 而发酵的稀糖液浓度呢可以控制在 16% 到 18%。 接下来，糖蜜中的胶体物质比较多，大概在 8% 到 10%。 糖蜜中的胶体物质主要是果胶质、焦糖和色素，这些物质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发酵过程中容易产生泡沫，使得粘度升高。另外，糖蜜中的灰分是比较多的，灰分较多就会降低发酵率，使得粗塔预热器发生大量机构，堵塞热交换器的管口。再看一下，由于糖蜜缺乏一些营养成分，比如说甘蔗糖蜜缺乏氮，甜菜糖蜜缺乏磷，所以我们在发酵过程中要适当进行添加。另外，在发酵过程中要调节适宜的 pH 值，在这个阶段可以加入硫酸、盐酸等等，使得 pH 值调整到酵母发酵的最适 pH 值。接下来看一下微生物和有害金属的影响。首先是危害的微生物，在有些糖蜜会出现霉菌、细菌和粘液菌，会使得糖蜜发生变质。有害金属，比如说铜离子，这是因为有些设备保养不好产生铜氯，对微生物会产生一些危害。当铜离子大于5个 ppm 的时候，对酵母菌的生长就产生了抑制作用。当铜离子达到 10 ppm 的时候，那么酵母菌就不会再生长。接下来看糖蜜的处理，也就是制备稀糖液。再次强调，原糖蜜不能直接用来发酵，要经过稀释后才能使用。制备稀糖液的步骤为：稀释、酸化、
添加营养盐、灭菌、澄清。看第一个步骤，稀释。稀释的目的是降低糖蜜的浓度，减轻无机盐对酵母的影响，使其适于酵母的生长。稀释的方法有间歇稀释，还有连续稀释。连续稀释是在连续稀释器中进行的。稀释的标准，通常来说，单浓度的流程，稀糖液的浓度控制在 22% 到 25%， 而双浓度流程，酒母稀糖液控制在 12% 到 14%， 基本稀糖液呢控制在 33% 到 35%。 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，单浓度是指酵母培养、酒精发酵的稀糖液都采用同一个浓度，这种方法呢流程比较简单，比较常用。第二个步骤，酸化。酸化的目的是因为糖蜜呈碱性，经过酸化后可降低其 pH 值，可以调整到酵母的适宜范围，同时呢可以防止杂菌的出现，可以去除部分灰分和胶体物质。好，在工业上呢，我们常用硫酸、盐酸和磷酸以及乳酸进行调酸。从营养角度上看，这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就是成本稍微有点高。加酸的方式，在早期酸是直接加到稀糖液中的啊，这是在间歇发酵的年代。在后期酸是加到 40% 到 60% 的稀糖液中，在此稀糖液再稀释到所需的浓度。现在我们是将酸直接加到原糖蜜中，然后再稀释原糖蜜。第三个步骤，添加营养盐。原糖蜜中缺乏酒母繁殖发酵所需的一些营养元素，需要另外添加。比如说甘蔗糖蜜，它所缺乏主要是蛋素、镁盐和生长素。如果缺乏蛋源，我们可以加入硫酸铵、尿素。镁盐缺少，可以加入硫酸镁。生长素缺乏，可以加入酵母制溶液或麸曲汁。营养盐的加入，比如说蛋源，我们加入硫酸铵，可以调整氮的比例达到 21%， 这个时候每吨糖蜜加1000克到 1.2 千克即可。对于甜菜糖蜜，它缺少的是磷酸盐，磷酸盐的缺乏可以通过加入磷酸钙、磷酸二氢铵，或者呢我们可以加入磷酸或者磷酸盐啊。一般磷酸盐呢是过磷酸钙。第四个步骤是灭菌。原糖蜜中有一些污染的杂菌存在，比如说野生酵母、白念珠菌、乳酸菌等等。这时候为了降低杂菌对发酵的影响，我们要对成品中的细菌进行灭除，以减少成品中的杂质。灭菌方法有，第一，加热灭菌。通常通过将糖液加热到80到90摄氏度，维持一个小时。另外可以通过加入防腐剂进行灭菌，可以通过加入漂白粉，这个方法价格比较低，用量大概是每吨糖蜜200到500克。甲醛可以用福尔马林液，也就是 40% 浓度的甲醛溶液，用量大概是一吨加入900毫升。还有可以通过加入五氯苯酚钠，这个防腐效果比较好，用量约为糖蜜的 0.004%。抗菌素这个效果好，用量也很少，对酒精无污染。第五个步骤是澄清。澄清的目的是糖蜜中有很多的胶体物质、色素和无机盐，它们对酵母是有害的，应该澄清除杂。澄清的方法有加酸通风沉淀、加酸热处理、加絮灵剂，然后机械分离。最后我们看一下稀糖液制备的流程，以单浓度流程为例。好，将原糖蜜加入到混合器中，加入酸、防腐剂进行混合，
混合完之后加入灭菌器，灭菌器要加入酸进行酸化，然后进行细菌的灭除，最后送到稀释器，在稀释器中加入水和营养液，最后得到稀糖液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。